本人刚刚被鸟袭，不知道滴到什么东西，殊不知有人看到是鸟袭。是一间葡国餐厅，然后他送了一个东西叫做洗手水，但他超烫的，就他烫到没有办法整只手放下去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是好。好烫，葡国朝鲜，马介休球就是经典的料理，经典的葡国料理，我要切了哦。好。然后其实马介休就是咸鱼，长这样。超大一口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可以放甜吗？仙桃，然后这个是红番石榴。从一大早十点到澳门之后就去吃一吃，现在已经不知道第几间了。我点了一个许留山的芒果爽。幸运嘞，待会真的可以去读一下。长得很像，他说，据说长得很像那个《冰雪奇缘》里面的安娜。好大牌！这是鸟屎，是不是很黏？是不是清不掉？我看到里面，好恶心啊！里面整个都是，这里都是。我不要看，好恶心，看起来恶心啊！我不要看，我不想看，我不想看。我看到外面只是浅浅的白白而已啊，我以为没有什么。看来就下面很深的，你看他切了多少？切了快一分钟了，还没清完。很 lucky 耶，待会真的要去赌一下，今天会。等下我们钱全部给你，对，就靠你进去赌了。对，有目光，明天就回家。好 lucky I am， 好 lucky。可以，都加。